在主目录选择收音机，再选择已储存的电台。在目录里面，你就可以看到车辆预设的电台。如果你想将其他的电台加入这个清单，先按返回到收音机的主目录，选择 AM 或者是 FM 频道。按手动搜寻，就可以手动调校需要加入的频道。选择到要记低的频道之后，就可以按下控制器，就可以将这个频道加入到已储存的电台清单里面。你可以用台环上面的音量控制按钮，或者使用中控台的音量调校按钮控制音量。如果想转换其他音讯播放来源，只是需要按下 Mode 按钮，就可以切换音讯播放来源。